漢州嚟嘅。咁我想請問喺朝廷嘅角度，孫中山算唔算一個漢奸？哦，即係清朝啊，即係朝廷嘅角度咧，係嘛？就唔係漢奸，不過咧係顛覆同埋叛逆、叛國賊、叛國㗎，係。因為嗰陣時咧，唯一代表中國嘅就係大清帝國，係嘛？你走去咧，刺啊呢啲咧，發動革命啊！推翻大清啊！呢個當然呢個作反啊！作反大大逆不道。中國嘅歷史係咁啊嘛，叫成王敗寇。係歷史永遠係由勝利者去寫噶嘛，係咪先啊？冇錯。所以呢個慘就慘在呢度嘛。好啦，咁啊廣告翻嚟咧，我哋啊繼續再斑馬在先。長毛喺度搞風搞雨，佢咪都算一個漢奸啊？長毛唔算，長毛我底似李自成多啲，都唔似李自成。長毛好好玩嘅，長毛好玩到不得了，我好中意，好中意佢。